这首歌，我又要再找我一个好朋友，然后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应该叫做谢谢老王，谢谢姐姐，然后他是同一个村庄的，对，我是住在丽家，然后卑南乡的丽家，然后他是丽家部落的小朋友，长大了，好，他叫孔雅明，阿明明，掌声欢迎。介绍啦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明，然后目前任职于布拉瑞安舞团，然后很开心能够来帮他唱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们是邻居，然后我们要带来的歌是香格里拉，是黄玠的作品，
谢。对，然后其实劳蒂华是我在铁花村有史以来看过最懒惰的表演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总共唱六，他总共会唱六，要唱六首歌，然后两首是他跟他我们两个跟我们两个合唱两首，然后我们两个再各自唱两首，然后另外还有一首。还有一首也是你们两个合唱，对，然后所以他自己唱的只有一首，对吗？是吗？差不多，对对对，没有，我想要营造一种气氛啊，就是哎、欸、大家一起唱那种感觉，对，对对对，然后营造，那你要讲笑话吗？还是先从？你知道就这些都是 蕊 过，这些都 蕊 过，好别扭、哦，因为我们在车上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讲说今天要讲什么，因为有时候其实上台的时候你就要一直。想话题，算想话题嘛？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不然你就讲一个笑话吧。然后就，因为他每次遇到就是不一样的人，他都要讲那个笑话。那今天就很有缘的遇到大家，那他就讲一个那个笑话给大家听。还是我来讲，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好了。好啊。你们知道玉米是外星人带来的吗？啊，没有啦。好，那我讲笑话好了。大家听过金斧头跟银斧头的故事吗？然后我大概讲一下哦，因为老铁华很喜欢听这个笑话，所以我就再讲一次。就金斧头跟银斧头的故事，就是从前有一个屠夫，他走到那个某一个湖边，然后他的斧头就掉下去了。然后那个湖里面的女生就升起来说：“这是金斧头跟银斧头，哪一只斧头是你的斧头呢？”这样，然后那个屠夫就很诚实，就说：“我是一只很普通的斧头。”然后所以那个女生就说：“哇哦，你太诚实了！”就把金斧头、银斧头还有他自己的斧头都送还给那个屠夫。然后就旁边就有一个很狡猾的屠夫，他就看到这一切。所以他隔天呢，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个斧头丢下去，然后就那个女神要升起来，就说这只金斧头跟银斧头哪只斧头是你的斧头呢？然后狡猾的斧头狡猾的屠夫就说，狡猾的屠夫就说我的现在是金头金斧头，然后所以那女神就说你太不诚实了，所以就把斧头全部都没收了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？然后就是教大家不能说谎的故事。对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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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过了就隔个几天，就有一个养鸡的鸡农，他就在遛鸡，他就带他的鸡去散步这样。然后就一样走到那个就很巧就走到那个湖边，然后他的鸡就失足就跌进去那个湖里面。然后那个女生就起来就说：“这是金鸡跟这只银鸡，哪只鸡是你的鸡呢？”然后那个鸡农就说：“我的鸡是一只很普通的鸡这样。”然后那个女生就：“哇哦，你太诚实了，就是把金鸡银鸡都送给他，还有他自己的鸡。”然后刚好有一个养鸭的鸭农就经过，他就看到这一切，所以他想说我一定要就是得到这一切这样。然后所以他隔天他就把他所有养的鸭一只不剩全部都赶到那个湖边，然后就把他全部的鸭就是鸭全部都赶进去那个湖里，然后他的鸭就游走了。赞哦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因为我已经听好几次了，我就不用笑了。所以大家知道玉米是外星人带来的吗？好，然后对，然后下一首歌我要唱的歌是他，你不行走，要坐在哦，我要坐在这边听你唱。对啊，你都已经唱的歌都已经很少了，还怎么露面？然后就是下一首歌是他的创作，叫做《我有一种不敢张扬的快乐》。然后这首歌啊，就是我那时候选完之后我就后悔了，因为劳蒂华的创作很特别，就是。因为他都是自弹自唱，所以自弹自唱的人，你可以很自由的有你自己的节拍、你自己的节奏什么的。然后，因为他吉他弹的是三拍，但是他唱的很像是四拍，所以我就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是几拍。对，后来我们前年练团的时候就把它厘清一下。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紧张，但毕竟是在就是创作者面前唱。听听看，听听看。好，哦、好热。他唱好，带来这首《我有一种不敢张扬的快乐》。我有一种不敢张扬的快乐，我有一种不敢说的悲伤，如一整个夜情感与思想摆荡，然后哭泣。我可以在光明
伫立风雨阵眼，我可以在黑暗来临之前享受贫穷生活，尽管悲伤，尽管忧愁，谢谢，我是阿明明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他又下去了，对，等下就会，哎，哦，对啊，我们还有一首歌，对，因为我们两个有一首歌，因为我们有一次在家里，烤火这样子，因为冬天嘛很冷，然后有时候家里很多那种叶子或什么之类，然后我在那边烤，然后就喝点小酒，然后我就唱了一首我平常会唱的歌这样子。然后他也唱了一首他平常会唱的主语歌，然后因为我是客家人，然后他是阿美族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刚好那首歌的那个跑法的那个感觉好像有点像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弄在一起，然后想说看这样会不会很好听，那就唱给大家听听看，然后。